全部啊都具备。所以佛学哈、哦、都有讲过啊，有一些场所哈、哦，我们不能好奇，不能好奇哦，还说没关系啊，我又哦没有啊、这个沉在其中，我可以去看一看啊，看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形哦。像说那个哦，各位知道那个头吗？知道哈、哦，就是唱歌跳舞的地方嘛哈、哦。所以哈、哦，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哦，那个场所啊，我们就不能好奇的哈、哦，哦去这个哦进去里面啊去参与，因为他会把那个兴奋剂啊放在那个空调。空气、哦、一放出来以后、啊、我们要呼吸、啊、我们就已经吸到那个兴奋剂，然后、啊、我们就会精神很嗨，很嗨，知道吗？这个国民小学都没毕业哦，竟然也会知道很嗨，那个是我们哦，这个凡尘流行的、啊，哎，都流行说哦，那个很兴奋哈、哦，那种情形叫做很嗨，哦，啊，因为哦，我们要知道说那个是受到哦那个药物的影响，哦，已经吸进去在体内啊，所以在那个地区啊，哦，都会很哦妄想啊。很快乐，那你会着迷。那往后啊，因那个场合都有哈、哦、啊，就是一些人在推广那个摇头丸，还有那个哈、哦、K 他命安慰他命、啊、那你会不知不觉哈、哦，就呈现在其中。那我们要了解哦，那一种毒品你一沾得来以后啊。那个膀胱、哦、变得很饱，所以、哦、你往后都要保留住啊、哦、都一直啊会想尿尿，所以那个地区啊我们就不能去参与，也不要好奇、哦、不该去的就不要去。有时候啊这个凡人哦，为了要赚一点钱啊，就用尽、哦、那个心思啊，你回来了以后会想，哦，我去那个地方啊，吼、哦，很高兴，哦，很舒服，你就会想再去，对不对？那目的就达到了，赚到你的钱了。所以哈、哦，我们要哦了解到说，有一些呢，我们不该去好奇呀、啊，哦，去探险，不要，哦，我们规规矩矩呀、啊，哈、哦。这个、啊、修持规规矩矩生活、哦、越简单呢、哦、越容易修道。所以、哦、戒德啊备于己、哦、具备、啊、我们全部都具备、哦、那个戒德就是不能、哦、做的事情啊我们就不要做，这样了解意思吗、哦、我们自己呢